当我喜欢的发小想让我演她一天男朋友时，你爸，哎呀，看人真准呢！走走走，哎，等会儿演练一下呀。演练啥呀？咱挺专业了。我妈问你，咱俩啥时候处上？你咋说？刚处上。哎，那咋说呀？那能行吗？那不告诉我妈是骗人的，能那么说吗？那认识时候就处上了？那不早恋了吗？你打小就惦记我，我爸知道不得从楼上给你扔下去啊。就是说上学的时候处上的，上大学的时候。啊，行。哎，那我妈问你，因为啥处上的呢？因为你给我10000块钱。什么10000块钱？那能说吗？啊，那怎么说呀？我也不会骗人呢。就是说上学的时候有人欺负我，然后你帮我就处上了。哦，行。那咱俩谁追谁呀？你追的我。啊，不，我追你。你要给我整穿帮的一分没有，听见没？哎，那能行吗？那我帮你想一下，那如果说你爸不信你，让你证明一下咋整啊？什么证明？就证明咱俩真处对象，不是骗人的。那咋证明啊？你亲我以后。你趁火打劫啊？不是，那你不亲就穿帮了，那不就？到时候再说。哎，那来不及了，那你到时候还是这个状态，不行，你亲我现在演练一下来。哎，那个，你说咱这个算不算？嫖你个头啊！